真没想到你们两个竟然同在一个兵营，既然这么有缘，那就应该更进一步互相了解。嗯，对对对，我赞同，我赞同。啊，对了，我买了两张电影戏票，要跟靖宇去看电影的。我想到我约了朋友，要不然这样，叫你的孙子陪我女儿看电影。这个好啊，小安最喜欢的就是看电影了。哦，你不要做什么笨蛋啊！你给我好好抓住机会啊！那就快点吃，不要耽误他们年轻人的时间。啊，是是是，哎，快点吃，快点吃啊！不要浪费我的电影戏票，吃吃吃。喜欢吃的，多吃一点啊。